各位家长、各位来宾亲友、各位同学，这三年来我一直都是这一班的吸引。今日你们完成了这一段学业了，明日你们升学的去升学，不升学的呢就要入去社会去做事了。今日我好像自己的女儿出嫁那时的心情一样，又快乐又焦急，有讲不尽的千言万语，都不知从什么地方来讲起。今日临别赠言，我只能够简单的讲几句。各位同学，你们今日能够得到中学毕业，在这个社会里面呢是很难得的。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爸爸妈妈曾经为你们用了多少心血，他们悭食悭用挨更抵夜的辛辛苦苦的，才能够令你们完成了这一段学业。还有你们的师长朋友也为你们尽过不少的努力和帮助。本来每个儿女受教育都是应该的，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同学要经过这么多困难，为什么会这么辛苦呢？这些不用我说，大家已经明白了。所以我要请求大家时时刻刻的都不要忘记你们的父母、师长、朋友教育你们的苦心，认清黑白，勇敢坚强的为人类服务。各位师长、各位同学们的爸爸妈妈，
今日我代表毕业班的同学们来向大家致谢。正如头先周老师讲的一样，我们的爸爸妈妈请大家静一静。江明是一个好学生来的，亦难怪他今天这么难过，因为他能够完成这段学业呢是非常艰难和困苦的。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你勇敢一点，你要讲什么你就向大家讲。我哋同学们的家境并不是个个都富裕的，每一个同学们的爸爸妈妈都为了我哋的学业经历过不少的艰难困苦，我的爸爸妈妈亦是这样。我哋住在九龙郊外的沙田，距离市区只有8英里半，这树有山有水，看起来好像很安静，其实住在这树的人差不多都为了生活辛辛苦苦去工作，因为沙田的房租很便宜。我们的家就在这个山底下的小村里面，木瓜是沙田的土产，我妈妈也种了很多棵，卖出去的钱也可以贴补家用。每日朝头早吃过了早饭，爸爸妈妈带着我和两个弟弟一起走出家门。我们家离开火车站是很近的，跟着条铁路行只有2分钟就可以到达火车站了。唔记错咁多，火车来了。爸爸带着我上了火车，弟弟去附近的小学校读书，火车将我们带到九龙，我自己去学校读书，爸爸一个人过海去大理银行做他20年来的老工作。温到快点，好，来等你。你好，你帮你发电了。好。小美啊。啊，张先生，昨晚不够瞓是吗？昨晚有个应酬，喝多了几杯。啊。十六号。啊。今天就讲到这次为止了，这些是学费班，光明你们分派给各位同学吧，你去吧。
出嘴啦，食咩餸啊？哦，求其三件飯。哦，兩條大魚。誒，食一條啊嘛。誒、我啲牙唔好，點解塞住我啲牙啦？揾唔到啲。你真係。哎，饮饮不，留翻你自己饮罢啦。哎，一人一半，平分秋色。今日發薪水了是吧？啊，是啊，今晚請去我度吃餐便飯好嗎？啊，好啊，照舊辦法，我帶走。不，今晚我請客。何必咁客氣呢？放咗工你先翻屋企，下班車我一定到。咁啊，我記得你啦噃。再見。洗身啦，听话，乖乖地，爸爸阵俾猪肉你食，食猪肉啦，系啊，阿明嘅妈妈，又买咗咩翻嚟啊？猪肉啊，成斤猪肉，你睇。哎呀，又嘥钱买咁多嘢做乜嘢啊？哎呀，你细佬过成半个月未食过猪肉，我自己又想食，老张一阵嚟食饭啦。你快啲整啦，我嚟同你烧啦。猪肉又起价？唔系呀。从去年到现在，什么都起价了，起了两倍都不止了，就是人工不起价而已。哎呦，小新啊，你出去唞一阵啦，我叫阿明倒盆水给你抹身啦。等一阵啦，他跟啲细佬洗紧身。去啦去啦，出去唞下啦吓。等。去啦。咦，爸爸。姐姐你猜，姐姐。哎，唔好咁样。等问下叫阿妈补翻佢啦。哎呀，准备洗完啦，爸爸，爸爸，哎，咪住啦，快快点去。爸爸。马哥姐啊。好，八哥姐，哈哈，等等啊。
爸爸，你睇下，老鼠仔啊！哦，爸爸一阵同你妈妈都新嘅。我咧，爸爸。都有份。诶，咪坐啊，嗱，诶，两个同埋玩，嗯，嗯，啊，坐啲两品坐，两品坐啊，嗱，你坐呢边，啊啊，嗱，啊，坐埋啦，坐高啲，嗱，你又坐呢边，嗯，啊，唔好争，唔好争坐，唔好争坐，啊，让我坐咗啊，听话，乖乖地，乖乖地，唔好争。嗯，爸爸抱我嘅，抱我嘅，哦，唔好坐。爸爸俾一样嘢你睇下，啊，系，哦，爸爸买俾我嘅，爸爸买俾我嘅，买俾我嘅，哦，啱我洗干净，唔好坐地下啊，啊，呢嚟，我嘅，哦，俾阿弟弟玩嘅，我冇噶，哎，有，嗱，呢一半系俾你嘅啊，呢本你去家姐。好嘢，你睇，爸爸，点解我冇噶？你细个玩一啲啊，呢啲好玩啊！放工啦！哦，爸爸，阿成啊，一个咁早翻嚟今晚，系啊，叔叔你嚟咗啦，翻咗先。老张一阵嚟食饭啦，你都嚟埋啦。唔啦，阿妈等紧我。系叫埋阿妈一齐嚟啊！唔好客气啦，张先生呢个人都几有趣噶，我一阵嚟大家倾下。啊！哦，走啦，我而家。好好。我走啦。啊。首先你啊。一阵要嚟啊！一阵嚟啦。阿明，洗干净个镬啦。哦。撞呢度嚟噶啦！张爸爸嚟啦！张爸爸，哎 ，hello， 弟弟，阿亮啊，你翻去问妈妈煮好饭未？吓啊！姐姐，张爸爸嚟啦！啊，妈，张爸爸嚟咗啦！妈，食到未啊？张爸爸要食饭啦！张伯伯咁讲噶，系你叫姐姐斟茶，你去担张凳，请张伯伯坐啊！啊，姐姐，阿妈要你斟茶俾张伯伯啊！啊，张伯伯，请坐。啊，乖，唔该你啊！嗱，呢啲嘢你拎入去俾你阿妈吓。啊。坐，除咗件衫啦，都话叫你唔使买嘢啦，何必仲使咁多钱啊？呢啲嘢无所谓啊，我喺屋企又食，嚟你啲书又食，唔系一样？啊，坐。咦，呢啲咩嘢嚟啊？讲啦，系咩啊？话俾伯伯知啦，唔知道啦，呢一个系不倒翁嚟嘅，嗱，咁样噶，咁咪起身摇佢都唔会跌嘅。张伯伯，阿妈话多谢你喎。唔使多谢啦。摇啦，摇啦，跌得啦。冇乜事啊，你真系老天真啦。坐啦坐。阿亮，你叫阿圣叔佢过嚟食饭啦吓。到底都年纪大啦叔叔，爸爸要你去吃饭哇！唔啦，我而家食紧啦。爸爸要你去噶，你翻去话佢食完饭先至去啊。阿婆，阿四叔叔唔去，我都唔翻去啦。你翻去先，我一阵就嚟。
唔好嚟啊！唔会嘅，我一阵仲要同张伯伯饮酒倾偈。好，我哋等住你。乖乖。阿汉真系够福气啦，老婆贤惠，儿女聪明，自己喺银行处做事又咁舒服。唉，细佬过多，搵200多元都唔系几舒服嘅。唔及佢个人仲好多添。咁唔系。哎呀，我吃咁多啊！你辛苦得滞啦，系啦，系啊，系啊。等啲细路哥食多啲。妈，你食啦。妈，你食，你哋食啦，啊？爸爸，你自己呢？哦，姜子牙封神，我都唔记得自己，好，整翻佢先。诶，嚟嚟，诶，饮先噶，吓，饮饮饮。我喺行里边，老张系我唯一好朋友，佢啲笨人的确好。乜咁讲啊？李会长啫，我就憎行里边嗰啲人咧，将啲先生啊、卢师傅啊分得清清楚楚，个个对眼啊生喺额头上面嘅，我就唔理佢哋噶。他们呢就将我看成咁少的，你要真抵死的了。张爸爸对眼生在额头时不是变成蟹了吗？是啊，他们啊很恶的，很恶的。我不怕，是这样我就吃得他。哎呀，弟弟哥吃饭吧。到底你们住在海边的人连弟弟哥都不怕那些蟹的。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，汉哥，我不是经常跟你一起去捉蟹的吗？是啊，成20年了，是啊。你卢沙田，你就卢街坊咯。饮啦，饮啦，饮啦。阿成哥呢亦好辛苦嘅，未天光就要车啲货出去啦。三更半夜仲要开架车翻咗九龙先系有得瞓。咁佢比我哋辛苦得多啦吓。张生，你的酒量的确不错。不错啦，这些是我的老朋友来的。自从我老婆去了世，我就将我的仔送回乡下处来读书了。我的书剩得我一个人的，别人看见我都不顺眼的。我呢就跟你好有缘的，半斤喝了落肚子就飘飘然的，什么事都不理的了。讲起上嚟，你嘅仔都有好高大下咯噃。有咁高噶啦。佢读书好叻啊。阿明有几大啊？华明16岁啦。咁佢比佢大2年啦。个膊头咁阔啊。高中都就快毕业噶啦。你初中都快就毕业噶啦？唔使一年就毕业噶。咁都快脆啦。张伯伯，你估我几年级啊？你初小就快毕业啦，系咪咧？仲未啊，3年班咋？咁都快啦。现在啲细佬哥读书真系一件心事啊！唉，唔好讲咁多，饮完佢食饭。阿明，你慢慢吃啊，我有啲事去大埔，一阵翻嚟。饮杯添住啊！冇冇鞋，你实在食唔耐。你冇。咁坐阵倾下。唔好鞋啦，张生，一阵坐我架车翻出去啦。多谢啦，再见再见。慢慢行啊。
啊，又系我啦。诶，老天真啊，请至京曲厅啊。替细佬做功课啦，呢次唔使你理啦。啊！走得未啊？又唔早啦，都要走啦。太夜我都唔留你啦。今晚令你破费，唔好意思啊。唔好意思啊。大哥唔该唔该。慢慢行啊，翻嚟就上嚟玩喎。我上你门口。个人教你啊。咁噶，又系。啊，正正。咦，瞓着咗啦？唉，乖仔啊。新水了啊，呢度195元啊，细佬嗰个猪肉同埋玩嘅嘢一共5元啊。你嘅火车季票买咗未啊？仲未买，日子过得真快啦，又3个月啦。37.5是买火车月飞的，9个人钱烟仔钱，5个人钱过海的船钱。
够啊。做咩啊？唔够啊？嗯。嗱，房租20蚊，米70蚊，油盐柴25蚊，火水番简零用24蚊。咁样阿明嘅学费就唔够咯。点啊？你唔食烟仔啦？都系唔够啫。你再计一计啊！我想，你想咩？讲啊！阿明都系唔好俾佢读书咯。咩啊？叫佢唔好读书啊？只有叫佢唔好读书，咁就可以悭翻啲钱啦。哎呀，细佬哥点能够唔读书嘅呢？咁系有咩办法啫？每个月都系唔够钱使嘅，尤其是到你买月飞嘅嗰个月啊，更唔够使咯。细声啲，唔好俾你细佬哥听到。每个月都是为了交学费伤脑筋的，都是不好读了。可不可以在第二啲地方悭啲？除非不吃饭啦。不吃饭点得呢？我是讲在第二啲地方悭啲。咁我就冇办法了。我亦知道你嘅为难，不过细佬哥唔读书亦都唔啱嘅。况且阿明仲有几个月就毕业啦，唔通叫佢半途而废咩？我想毕业又有咩用啊？几多大学生唔系冇嘢做？唉，话唔系咁样讲嘅，我俾佢读书呢，亦都唔系话希望佢嚟发财嘅。照佢嘅年龄，亦好应该读书嘅。做父母如果能力嚟得及嘅呢，亦都好应该俾佢读多年年书，学多啲嘢，唔好咩？我知道仔女系应该多读啲书嘅，但系好辛苦都难煮啲冇米嘅饭啊！唔使啦，我有办法。冇钱有咩办法啦？事在人为，办法亦系人想出嚟嘅。睇住嚟，嗱，呢啲就是办法啦。点啊？火车月飞都唔买啦，咁你点翻工啊？爸爸，你又嚟做咩啊？吓，将佢修理好，拎嚟用好嘛？烂成咁嘅样，坐得咩？坐得，坐得，唔睇住啊！爸爸。我唔读书啦。吓？好乖女，为咩事我唔读书啊？等细佬哋读好啦，我去搵事做。你年纪唔细，能够做得咩事？冇。
爸爸，你太辛苦了。千祈不要这样，不要说下去了，说下去爸爸就嬲噶啦。乖女，你俾啲心机读书，啊，识多啲字，啊，学多啲嘢。爸爸就算点样辛苦，我亦都好高兴嘅。好啦，好夜啦，去瞓觉啦啊！爸爸就快加薪水啦，好你瞓啦。啊，真噶？真嘅真真嘅。好啦，快啲瞓觉啦，好夜啦。你都好瞓啦。啊。爸爸挺辛苦，家姐你都用功啲吓。阿明啊，好夜啦，瞓啦。啲系你嘅学费，听日你去交啦吓。妈，我都系唔读书好，千祈唔好咁讲啊！爸爸又嬲噶啦，快早啲瞓啦，啊啊，嗯。你都好早啲瞓啦，你睇下架单车修好啦，火车票可以悭翻啦，办法系人想出嚟噶嘛，你睇下。仲使得嘅，嗱，边个买？系我买嘅，架单车唔好踩啦。啊，你边度得钱啊？快啲上车啦，一阵跟住讲。
你喺边度得钱嚟买车票啊？系咪冇交学费咧？系咪？唔系唔系，我得到奖学金啊！奖学金啊？啊，系学校奖俾你噶。咁你真系唔容易啊！你要俾啲心机嚟读书啊！同我换过嘅事做咩啊？我做咗十日啦，个头都跌痛晒。哦，你咁细个做得啲咩事啊？我实在系、你唔做啊？好多人喺处等紧做啊。譬如讲卖飞啊。哦，你有冇500蚊保证金啊？你唔好多想啊！呢次十日嘅人工就10蚊，扣咗2蚊介绍费，仲有8蚊，你拎去啦。十日啊，佢成十日都冇翻过学。系啊。我相信唔会啩，佢从来都唔旷课，连埋礼拜日补习佢都翻去嘅。佢仲话最近得到咩学校嘅助学金添。哦，的确系冇呢啲事啊。唔通佢喺度讲大话？因为我哋有个同学喺游乐场所睇见佢，所以我特登嚟问一声啫。同时，我哋学校嘅校庆就嚟到啦，佢有表演嘅节目。游乐场有人睇见佢啊？是啊，女仔之家走去游乐场去玩，一玩就是10日，真的太危险了。又似嚟，佢如果翻嚟，我唔打死佢我都唔信。咁你都应该问清楚啊。嗯，先生讲嘅话唔通会错？不过光明是一个好学生嚟嘅，或者系俾人哋带去都唔定，好好地劝下佢啊，唔好嬲住啊！我供佢读书好唔容易嘅，逃学讲大话坏到极啦，贱骨头。时候都唔早啦，我唔能够再等啦。细路哥一时糊涂都系有嘅，好好地劝下佢就冇乜事噶啦。啊，我要扯啦。哦，唔坐一阵啦。唔啦唔啦。好。真有咁样嘅事？你仲要讲？
细佬哥日日唔翻我，你一啲都唔知道噶。我成日都喺屋企，你知道啫。吓、啊？你做母亲嘅，点解可以话讲得唔知道啊？吓、啊？日日你都送佢翻学，你都唔知道，你仲怪我啊？我要翻工啊，你知道嘛？我知道，我成日喺屋企，一日忙到晚，你知道嘛？知唔知道啊？我知道。咁你仲要怪我？真系啊！好好好，都系我，都系我错，都系我唔啱。岂有此理！我而家又冇话系你错。唔好讲。唔使惊，唔使惊啊！你而家使乜发咁大火啫？等佢翻嚟。你唔好嚟，都系我，都系我嘅错。做妈妈嘅一啲错都冇。我又冇话我。冇讲。妈，唔好喊啦！仲喊仲喊，喊死佢啦！快啲起身啦，家姐俾啲好嘅嘢你反，嚟啊！起身啦，唔好喊啦！起身啦，起身啦，爸爸，你个贱骨头，又去边度嚟？讲啊，讲啊！你仲唔讲啊你？哼哼哼！你问清楚佢先打好嘛？唔使问啦，打死佢算啦。你咪拦住我啦！哎呀，爸爸，唔好打家姐，唔好打，唔好打，唔好打。乖女，你为什么不上学啊？你十日你去哪处来啊？妈，我实在是上学啊。还要说大白打算。哎呀，而家连烟仔都学埋食啦！我打先啊，你，哎呀，哎呀，你仲包庇佢做咩啊？唔通你真系伤害死佢一世咩？乖，过嚟，过嚟，边个叫你同学？系边个将你带坏嘅？你讲啦，讲啊！冇，爸爸，仲话唔系？我话俾你知，爸爸从来就未打过你嘅。你如果唔讲实话，我今日打死你！快啲同你爸爸讲老实话啦！你睇，激成佢嗰个样啊！唉，你讲啊！你如果咁样做法，你点做得啲细佬嘅榜样呢？燕仔，
是我买给你的。吓、啊！我几次叫你买烟仔啊？你点解边个啊你？我冇呃你。好，咁边个叫你陀？讲啦，唔好怕。妈，我见爸爸太辛苦啦，我去做工。吓、啊、你？今日攞到八间钱工钱，个雪篮里仲有啲嘢。呢啲嘢系我买俾细佬嘅。是他的错，亦或是我的错，我总不应该打他。为什么爸爸不能够供你读书？难道真是爸爸的错？乖女，你收工啦！啊，我俾封信你睇下。佢话我成日醉饮酒，太过消沉。边个啊？就系我个仔。哦。你睇下佢讲得啱啊？
佢讲得啱啊！张生，我想话，我想话，你想咩啊？啊？张生，啊？你手上有钱啊？钱啊？有，呢次咁多唔系啊？可惜都唔系我哋嘅。咁唔系？讲老实话，我而家真系想问你借住几十蚊，又急用。有急用？咩用处啊？要几多钱啊？四十蚊，同阿明交学费。啊，得得。嗱，月底前照俾翻我，我要寄俾我个仔啊。一定嘅，一定嘅，我发薪水我就俾翻你嘅。啊，冇问题，冇问题。你实在太苦嘅，咁样帮个女嚟读书，又要同佢添啲嫁妆钱，系咪添咧？唔，我从来都冇咁样想过嘅。我同你讲下少啫，唔好认真吓。阿明哥就快毕业咯，你应该俾佢读完啦吓。我同你讲下少嘅咋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呢啲钱我月底一定俾你。得啦。租1万要一个人钱。不过我哋要揾同学打担保。家姐，你教我打，我唔得闲啊。妈，姐姐唔肯教我哋打。姐姐成十日都冇翻学啦，佢要温习啊。唔好，姐姐。边个喺度嘈啊？爸爸，我告诉你听一个好消息，都来听。咩好消息啊？我加咗人工啦。真噶？嗱，你睇下，咁仲假嘅咩？系真嘅咩？阿明啊，听日你就去交学费啦。听日礼拜。咁啊，礼拜一先交啦吓。加咗几多钱啊？加咗80蚊，呢我知40啦。为什么会加人工啊？这些叫时运泥吹不开了，行里面的手也不做了，我要兼差，行里面已经答应了。那你夜晚上没得睡啊？是呀，将到铁闸一拉啊，腾一瞓，即是好像在企瞓一样的了。这80蚊真的容易赚了。由几时起啊？今晚就起了。咁你食咗饭仲要出去啊？我12点搭性格货车出去，连车钱都悭翻啦！你哋高唔高兴啊？好嘅。爸爸，我要奖励你。阿明，翻嚟先啦。你今日黑系咪唔翻嚟啦？系啊，今日校庆，晚头开游艺会，我住喺同学屋企啦。天凉啦，冷衫都唔带。唔冷啊，夜晚黑就用得着噶啦。妈，送我翻学啦。妈，送我去啦。阿明，你同我送佢翻学啦，我精神唔系几好。阿子，跟我嚟。嗱。阿汉嫂啊，今日木瓜有冇啊？熟嘅冇几多个咋，你同我打去卖咗佢啦。我系嚟问你攞噶。你做咩啊？真系衰啦，喐下就晕。点啊？又有咗啦？唔好提啦，越穷越见鬼。有咗几多个月啦？4个月啦。咁我要恭喜你啦。
供咩起啊？新人衰噶啦，连阿汉我都唔敢对佢讲啊，怕佢心烦。诶，细佬哥多一个总系好嘅。嚟啊，落嚟啊，我同你上去打。再见啦我仲好啊！哎，琴晚啲校庆好玩嘛？好。哦，我想起嚟啦，琴晚黑我睇见你啫。睇见我？嗯。喺边啊？我喺度等紧巴士，睇到你踩住两个人坐嘅单车。唔系，我明明喺个银行门口仲瞌眼瞓添，边系我？好似系你啊！哎，咁点解你唔叫我？系我睇错啦。你睇。出去着埋出去啊！哦，唔使，妈妈，哥哥唔俾我，俾佢俾弟弟啊！唔使，我都冇得反嘅。乖。哼，你咁曳，家姐打我啊！好啦，你唔让佢，边个让佢啊？你等爸爸翻瞓一阵啦。唔制，由得佢。做咩啊？你做老虎嚟追我啦？做老虎。好啦，你去唞一阵啦。嚟啊，家姐唱歌俾你听，等爸爸休息吓。爸爸，你瞓低啦。等起他说等一把，他是街上鼎鼎有名的傻大姐，他说他九岁那年做妈妈，他是街上鼎鼎有名的傻大姐，叫他去守夜，他说怕鬼呀。
你再唱一个啦。嗯，冇嘈啦，等你爸爸瞓多阵啦，冇嘈啦吓。家姐听日再唱啊，我哋去玩啦。啊，乖，我哋功课仲未人做啊。点解你哋唔叫我啫？过十几分钟啦。阿胜叔仲未嚟啊！阿妈要你多瞓一阵喎。系啊，咁你应该叫我噶嘛。哥啊，去得啦。哦，哎，嚟啦嚟。哎呀，乜喺呢处瞓着咗啊？阿明，你又系嘅，都唔睇住阿弟弟嘅。乖，我抱你入去瞓下。咦？爸爸件拉花唔记得带啦！哎呀，你跌冻点得噶？快追佢啦！咁就快啲啊！你借俾弟弟用一阵啊！唔使，我都去。嚟嚟嚟！阿星叔叔，阿星啊，啱开走啦，啱开走啦。咁点算呢？请问你去唔去九龙？我整好就去噶啦。唔该，你将我带俾爸爸。啊？你爸爸？你爸爸系边个啊？咁样，请你交俾阿胜叔叔，叫佢带俾我爸爸啦。我亦都冇办法揾阿胜噶。你带我去九龙好嘛？啊，好啊。我翻去话俾阿妈听啊。啊，快啲啦，我就嚟整好噶啦。好，唔该，等阵我。妹妹。咁夜你一阵点样翻嚟啊？我住喺同学屋企。啊，大姑娘，你都冇船过海噶啦，我车你翻去啦。爸爸，系你啊？乜你咁夜都出嚟啊？我系同你送冷衫嚟噶。咁你点翻到去咧？爸爸，你咁系为咩啫？我唔系噶。仲话唔系？你为咩要踩呢架车啫？踩呢架车唔好咩？你爸爸身体好，但我又有气了，看你又咳了。原来加薪水是呃我们的。你看你难过成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我们要做人就要捱下去了。你千祈唔好咁，俾人睇见唔好睇。我送你去张爸爸屋企啦吓。唔好。你试下，好得意嘅，嚟嚟。好声啊，好声。你唔好话俾阿妈知啊，阿妈身体唔好，令佢难过。知道吗？吓。嗯。老师啊，我又迟到了。嗯，在后面排队呢。啊，
开明。啊，周老师，你唔舒服咩？冇啊。点解精神咁坏啊？而且每日都迟到，系咪翻屋企食饭唔够时候咧？唔系，你有咩心事系嘛？话俾我知有咩事，有咩困难，大家商量下，自己喺处焗气系冇咩办法嘅。老师，我喺处搵住做，搵咗几日都搵唔到，所以女人千祈唔好再做啦。冇啊冇啊，但系第二啲事干实在难搵。当然啦，你做紧乜嘢啊？几多嘅经验有能力嘅人都搵唔到嘢做。你唔知道，我爸爸实在太辛苦啦，我一定要搵事做。你唔好咁心急，又唔好乱咁撞，好好地读书啦。我一定会同你想办法嘅。啊，系真嘅咩？你同我搵，多谢你。着急系冇用噶。啊，我多谢咗吸引先生啦，我相信佢一定肯帮我忙嘅。咁就好啦，你哋班老师咁好人士。你睇下你爸爸嘅物啊，呢排先系油色，都唔知几难洗。你睇下好似机器老咗嘅咁。你同我记住啊，我真系要问下佢啊。佢唔会话俾你知噶。点啊？开始做乜嘢你知道啊？佢唔俾我话你知。为咩啊？怕你伤心。讲啊嘛，讲出嚟又唔会犯法噶。佢有次踩两个人坐嘅单车，看更系假嘅。哦。哦。今日礼拜六，阿汉翻嚟得早，如果俾佢睇见啊，有少乱尽啦。嗰啲系佢体贴你嘅啫。哎，你嗰啲豆腐卖唔晒，咁点算啊？你翻去自己食咯，唔系一样悭送啦咩？横掂今日都赚咗过亿银钱啦。真系好办法啦！我扯先啦吓。哦，小心啲啊。哎。阿明，你喺度煮咩啊？青菜豆腐啊！哦，啊！哎呀，乜今日完全豆腐啊！你唔中意咩？喂，边个啊？今日食间全餐豆腐冇？点啊？呢几日净系咳啊，夜晚冻亲啦，一晚饮凉茶啦。嗱，饮凉茶啦。哦。饮完咗就早啲瞓啦，今日黑唔好出去啦吓。诶，咁点得啊？我都未请假。啊？做你啲行都要请假噶？做咩啊？诶，你唔好以为守嘢唔紧要噶，人哋等于成间银行交咗俾你噶啦，你知道嘛？啊？有咁紧要啊？当然啦，女人之家识咩啊？女人之家就识呢啲啊？讲啊啦，讲啊。系啦，咁呢啲油印喺边度嚟噶？诶，喺啲窗上面噶啦，你应该话喺铁链上面嘅。哎呀，铁闸度铁链啊，点会拖到我个对袜嘅呢？闸门上边嗱有两个车轮，咕噜噜会转嘅，一转就转上对袜上边啦。啊？系咪阿明话俾你听啊？吓，仲使佢讲啊？睇呢条裤就知道啦。
补咗又穿，穿咗又补，日日都要补翻块布喺树嘅，仲讲。好啦，唔好讲啦。我知道冇办法劝你嘅，但系自己身体都紧要啊。好啦，今晚我唔出嚟啦，喺度陪细佬哥玩啦，好嘛？来，今晚爸爸做戏俾你睇，好嘛？吓、啊？哎，要捧下场啦噶。好。你都嚟，你都嚟、啊，来来。唉，做咩啫？我喺度做戏啊，你同我做个样啫。哎呀，唔得，我唔会做嘅、哎，你自己唱啦。阿明你嚟。啊。帮下手吓。哦，机器我一啲都唔识噶。系啊，我一个人做，咁你都要捧下场啊。嗱，睇住啦。怀抱着有枝叶，大江啊山之长，为着我很偏远的家在手上蹲，拿着还是扶你上梁，还是心肠如同梦吗？还要多我放儿的酒下吧。哎，好耶！唔好唱啦，正话饮咗凉茶，你唞下吧啦。好嘢，好，再来一个，有得豆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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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十二件，有得豆腐，几好嘞。豆腐 啊！俾一蚊嚟啊！要啲熱啲噶。啊！啊！点算啊？哎呀，快点送医院啦！细声啲，细啲俾鬼又肉亲啊！唔好吵醒佢。哦，点样啊？好在系肉亲只脚咋，如果系肉亲身上或者系头上啊，咁都唔知点算咯。而家我个心仲好似跳紧噶，爸爸佢知唔知道啊？
唔好提啦，我成日惊住俾佢知道咗啊，唔知佢心里边点样难过啊，又唔知佢会发几大嘅脾气添啊。门总系门唔住嘅，系咧，点知会害咗细啲噶？我不过想喺呢个家里边赚翻一毫几分嘅，好等你爸爸少踩几日车啊！点知会闯咁大嘅祸呢？阿汉嫂啊，而家点样啊？佢啱啱瞓着啊！你唔使着急嘅，净系落伤咗只脚都唔系几紧要嘅。嗯。哎呀，如果唔系头先我一手拉住佢啊，都唔知落成点咯。系咧。哦，阿明啊，你快啲将我担嘢担去阿小叔叔屋企等埋佢。是咯，你快啲擔過去啦，我仲要翻去睇住個檔口啊！嗯，啊，好聲啊！哦，弟弟点啊？佢冇乜点啊，佢瞓着咗啦，啱啱瞓嘅。佢瞓着咗啊！好声啊，好声你肚里面那个啊，你不用担心。你我都知道了。什么话？车站的人告诉我知。你不用伤心。应该叫我哋，我哋都系为咗钱，唔使难过嘅，只要我哋唔死得就得噶啦。你仲要出去啊？唔出去又点算呢？唔好出去啦！今日黑咁冻，爸爸你就唔好出去啦。身体紧要啊，唔好出去啦，唞下吧啦。爸爸，你去瞓觉啦。系，你哋咁样做乜嘢呢？系啊，你睇下你，睇你咳成呢个样啊！就算咳出血，我都要去。咁又何必呢？唔好去咧。哎呀，你哋唔通你哋有咩办法呢？慢慢想啦嘛。哎呀，弟弟听日要睇医生啊，后日又要睇医生啊，你哋有咩办法？真系，我去。阿汉，阿汉，阿汉，爸爸。好，好。唔通我哋等死啊？我哋仲要生活啦！妈，妈，妈嚟啦！妈，我去啦。啊。三哥，谢小英，
多谢啦，我早就戒咗啦。今晚仲要吹啊？我睇唔好吹啦啩。唉，唔出去唔得啦。我而家先知道你唔系喺银行嚟守夜，日头要做工作，夜晚又要踩车，有乜法子唔辛苦？唉，呢啲有乜办法？唔都等阿明半途而废咩？咁啊系。偏偏流更兼逢夜雨，我个女人自己偷偷走去卖油炸豆腐，又将个细仔录亲。佢无非亦系为咗帮补家用。唉，我亦知道佢系好意啊。阿明出去做嘢，亦都系好意啊。而家发生咗事啦，你叫我点能够去搵钱呢？你嚟咗啦，阿汉呢？爸爸呢？唔紧要啦嘛，佢喺边处啊？唔紧要，而家正在施紧手术。佢而家点样啊？我都唔知道啊。唔好急，唔使急嘅，你哋。哎呀，阿汉哥亦都系啦，真系咧，佢太硬颈啦，想靠自己一个嘅力量把家教好，靠自己一个力量把儿女嘅教育完成，实在点得噶？系啦。佢的确系错啦，我爸爸唔紧要啊嘛，佢仲未醒啊！而家唔入得去住，唔入得去住啊！系咯，而家唔入得去住噶。哎呀，爸爸，睇下，你哋唔好掂啦，算啦。你今日毕业啦，你应该高兴啲，唔好喊啦。后来我妈妈又生咗一个细佬，那个时候咪讲话读书，我哋连饭都食唔饱，好彩得到阿圣婆婆同埋好多街坊都嚟帮助我哋，柴呀、啊、米呀、啊、钱呀、啊、不断嚟供给我哋。张伯伯为咗要同我交学费，将啲酒都戒咗，
阿胜叔叔为了要跟我悭火车钱，每日用货车送我翻学。周老师又跟我找了一份补习夜的工作，还有很多同学都来家帮忙做事。这些这么多热情的帮助，真使我万分的感激。现在我代表毕业班的全体同学，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亲友和劳心劳力教育过我们的师长表示感谢。张伯伯讲过，单靠一个人的力量想将事干搞好是不会成功的，我永远都记得这句话。今日我将这句说话来贡献给大家，多谢。